赠嘅第一架进场嘅咧就系国泰航空公司嘅花车啦。咁花车明星咧就系鼓舞飞翔，共迎新岁 ，Fly high and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together with hope and happiness。国泰航空咧已经系连续第21年赞助新春国际汇演噶啦，咁多年嚟带俾全港嘅市民咧一个最精彩、最开心、最热闹嘅新春盛会啊！同大家一齐庆祝过新年啦！点止咁啊，嚟自世界各地嘅游客啦，同埋咧飞翻香港过新年嘅朋友咧，都可以一齐喺香港欣赏到咁精彩嘅新春国际汇演，真系好开心啊！系啊 ，Janice， 海外嘅朋友一样咁开心啊，因为今晚嘅节目咧会直播去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转播去到美国啦，仲会透过 TVB Anywhere 直播到世界各地啊！外地嘅朋友大家好啊，嗱，我系六号啊，恭喜发财！新年时候见到我哋都可以派利是俾我噶，冇错，派晒俾我哋啊！我哋咧一定咧就会代代平安噶，因为利利是是啊嘛，我哋唔会错过任何机会嘅。梗系啦，可以同全世界嘅观众拜年咁开心啊！我六号祝大家六六大顺，年年顺境，发大财！我贝儿祝大家诸事吉祥，日日开心，好运来啊！今年嘅花车咧，最抢眼、最特别咧，大家就会睇到啦，就是、中间有个大鼓、哦。其实大鼓里面是一个大荧幕嚟噶，上面一阵间会写住有好多嘅祝福意头嘅说话噶。同往年一样啦，大家见到跳得咁劲嘅咧，就系机舱服务员同埋地勤人员嚟噶。为咗今晚嘅演出咧，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同埋心机去练习噶。连日嚟咧，仲争取时间去落力彩排啦，希望今晚有最精彩嘅演出送俾大家噶。哇哇，真系跳得好好啊，好正啊，简直同专业嘅 dancers 咧冇分别，大家真系要俾多啲掌声佢哋啊！2019啊！祝大家2019万象更新，腾飞万里。